大家好，我是小诗。哎，我是柯皮。有没有看到莫忘他们初中中初、欸、有没有我不清丢啊。今天我跟你讲，今天好玩的，我来说又要 PK 了、欸、PK、啊、我们等一下爱想一下，这次是又要载小爱去买麦当劳嘛，那老梗啊，老梗啊，好、哦欸、还是说这次输的就直接、欸、直接表演怎么使用小爱哦，那是真人的哇！哇，我们今天真的运气不错，我们请来明传大学的学生，我们要做一个 PK， 就是现在哦，20岁的小女生在想什么，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，我也想知道，你也想知道，对对对。好，现在我们来实测，我跟柯P一人选一台车，好，让他们只看外表，他们会喜欢想要上哪一台车。啊，为了避免这个，大家会跟手机对吧？对啊，对啊，人算一身俊。假设对吧、啊？不管报废车看过金城武，人家也是上去。对啊，对啊，对不对？啊，看赛车，你拿彭于晏赛上面车那么赶快，拢是对。所以比赛，我们选完之后，我们不会让他知道谁选哪一台。明传大学的这个同学们，好，来帮我们从里面挑出一台，他们觉得这个车，哎，我看到这个车，我就想要上去坐坐看。好，然后看谁最后赢得最多票，好不好？啊，警车啊，努力啊，走，我下车坐好，加油，来，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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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来去。柯皮，哎，你是要选到几台？我选几台？我到这边都要洗好清气，这台什么车你知道？八台。什么车？哦，八台机美，对，这个是经典款，对啊。我觉得这个年轻人应该会喜欢的一个车型，我把它洗亮一点，这样就会赢了。好，啊，你小声一点，不要让他知道。啊，你不懂年轻人的。因为我不要以年轻人的想法去想选的车，我把它想就比如说像这个马三，我就不要了。对，太年轻了。对啊，对啊。哎、欸，小四，你想啥？我在想、哦，看得那么仔细。我在想到底是红色的好还是蓝色的好？这很难选哎。蓝色的引擎盖有开孔。他、啊、这个没有，我跟你讲啦，不管选蓝的还选红的，柯P都输定了。对啊，我也是这么觉得。我们他忽略我们主题是20岁年轻的小女生、嗯，对不对？对啊，这青菜酸酸洗美，拜托哎，起码洗美啦，再去啦跳加强哦，对不？哦，我想一下要哪个颜色的啦，反正他输定了啦。他选什么？我跟你讲，今天我们小狮汽车全场100多台车哦，不管他选哪一台，他都输定了，好不好？直接处理下去，我要想说要怎么惩罚他。家这次惩罚要把小爱拿出来，好，不能再去买麦当劳了。今天的惩罚就是家现场教大家小爱要怎么使用。哦，走了走了，处理了处理了。投票开始。你起来哦，你往起来家，你投哪一台？你为什么会投 mini？ 因为比较好看。比较好看。还有品牌比较。你喜欢这个品牌？好，谢谢。哎呦。好，放在它引擎盖上就好了。对，不会。你为什么会投这台车？因为我喜欢白色。哦哦，喜欢白色，欸、选对颜色哦。好，谢谢。来，我们1:1哦，1:1哦，1:1哦。对，一比一。兵哥，我们大家像对起来像啊，对吧？爆！太棒了！你为什么会选这台？我觉得这一台的车型会我比较喜欢。你比较喜欢这个车型？对。好。对。好，下一位喽，谢谢，谢谢这位同学。哎呦，哎呦。3票，来说一下感想，为什么选这台？因为我觉得我进不去那个车室。哎呀，所以要开放入场才对哈。好，下一位同学来吧，来，你要投哪一台？哦，4票了嘛，哈。对对。好，你为什么选这台车？因为我也是喜欢它的外形。外形还是颜色？外形跟颜色都喜欢。都 OK。好，谢谢。谢谢。哎，5票，你怎么会选这台车？比较漂亮。哦，你觉得它的外形比较漂亮？好，谢谢你。嗨，你会选哪一台呢？白色，六票了呢。好，你为什么会选这台？我虽然比较喜欢红色，但是白色看起来比较新。哦，白色会让车看起来没那么旧，对不对？不是，是白色，是就是很亮，然后看起来比较新。哦，好，谢谢你哦。谢谢。好，我看你直直的往那边走，还没有访问到你哎，你为什么选红色的？比较有味道，这台车看起来比较有质感。对嘛，好，谢谢。我发现其实一男，哎、欸欸欸、哇，
做效果啊，做效果，你不错，来来来来，你为什么选白色？很实用啊，感觉比较实用。哦，哎呦，这实用派的同学哈，好来，还有没有没有投到的？完了，这个很明显的，科P 可能要跟小爱去那个了。哎、欸，来，好，我们这个少数只有三票的时候，一定要好好的访问一下，好不好？接下来一个小时的时间专访他，看为什么他会选这一台。小小台的很可爱啊，哦，然后红色，哦，你觉得小小台红色很可爱，对不对？开出去大家都看这台，对哈，好，吸睛度，对，吸睛度，谢谢。还有没有没有投的？哇，比赛差不多快要结束了，来，你要做效果吗？你要做效果，要不要在这边 breaking 一下再投？来来来来，哎，你为什么会选这台车？可爱呀。怎么大家都这么的外貌协会都直接就觉得可爱而已？因为我本身就很喜欢 Cooper。哦，你原本就喜欢这个车子。哎、嗯嗯欸，你有做效果吗？好好好险。哎、欸，像2452467，哇，还输两票哎。来，为什么你会选这台 Mini？ 因为够小。哦，你喜欢小小台的？啊、你觉得就是比较有力。那个 parking 比较好找。哦， parking 位置比较好找。Parking 比较好停车，好，谢谢。等一下，我统计一下，没有投票的举手，还没有，还有票，还有4票，我们决定了这两台车的生死，好不好？好，下一个，好好选哦，来下一位，要选对哦，哈。哎，耶哦，你是不是要制造效果？你是不是故意要营造成一种好像两个势均力敌的那种感觉？没有做效果，好，那你为什么选这台车？复古的那种。复古哈、哦，然后车型又比较小，车型又比较小，然后白色是因为很容易有刮痕啊，白色容易脏，对不对？对，这个就是实用派的，不是因为白色好看，是因为白色容易脏哈、哦。好，谢谢这位同学，谢谢。哎、欸，你要跳啊？完了，你这一票选下去代表什么？你知道吗？下一位同学不用投了。所以，如果一站在做节目的角度，你应该要先收回去，先让别人投。哦，没有，开玩笑，开玩笑，开玩笑。2468，好，来说一下你为什么会选这台？因为我觉得它虽然外表比较可爱，可是它看起来很挤，但这个坐起来感觉比较舒适。哎、欸，所以大家都喜欢那种又大又舒服的沙发，所以应该搞不好选休旅车就赢，对不对？有机会，对不对？好，谢谢。是最后两位了嘛？来来来来来，毫无悬念啊！哎，为什么会投这台？不喜欢红色。你就这么单纯，因为不喜欢红色。而且我不喜欢小车。啊，不喜欢小车，大的好舒服。而且那个车旧。哦，对，那个车看起来旧哦。好，谢谢你，最后一位啦。你选什么都没有意义了，好不好？看你是要这个雪上加霜，还是要雪上加油？哎，火上加油。来，你为什么选这个？因为我觉得买车就是它的空间会比机车大什么的，这样也比较能放，就是它比较能放一些东西啊。你知道这是什么车吗？宏达吗？哦，没错。好，这个是喜美。喜美。对对。好，谢谢。我看要现场表演处理小爱啦，好不好？ 对， 對。我们最后的比数是2466票。对。比。哦。哇，叠起来了。哇，2468，十票，非常悬殊的比例，这个根本就是一个虐杀的一个比赛。好啦，结果出炉啦，好不好？我得到6票，三男三女。哦，十块吗？几百滴滴滴，2468死十票，哎、欸，意外啊、喔！我就有一个意外，女生选八代比较多，对啊，所以我跟你讲哦、喔，20岁的年轻的肉不是、啊、年轻人的想法跟40岁真的是不一样。我们以为当你40岁，好、喔，你这老屁股，你以为开这个车出去，对不对？年轻小女生看到会很喜欢，你就错了。对，好不好？人家看的是什么？跟黑熊家里的沙发一样，又大又舒服的那一种。还有一个，我觉得颜色也很重要。哦，问好几个都是因为白色，对吧？所以我刚如果选蓝色的，好不好？
会好一点，还会多个几票应该有。可是也有说有一个还两个说我就喜欢红色的。哦，对了，哎对哇，但是有一个讲，刚刚一个讲买红的啊，啊，还有一个讲因为红色我不喜欢，对，所以我选白。好，就两个烂的里面选一个没有那么烂的，什么意思？好啦，好，那今天这个我们这个乡野大搜查，我早就哈，我就早我就想讲塞两台车来信义区红店，红店，好不容易今天有送上门甜甜的通告，哦，今天刚好是这个有民传大学传播学院的学生来我们这边校外教学，对。就顺便就拍了这个影片，好不好？以后有机会，我们再为大家拍这样有趣的影片，好不好？今天是场上选，也没有限价钱，也没有限车种。我想下一次我就懂了，下次就选那种 Lexus RX 这种的大大的。他们都觉得在上面坐起来好像没有，你要看爱看对方什么人啊？我二十岁还没有受过污染。你如果出社会受过污染的，哦，被看 mark 啊，对，品牌的迷失就有出现，对，就要看 mark 了。所以希望这些老屁股哈，你们看到这一集以后就知道，不是不要笑人家开喜美发带，啊，开 Mini Cooper， 想想刚刚就有水准呢，无效，再无咩，对啊，再袂对，人要拣去食，反正去食，啊，我是无差啦，我三三拢同款啦，一碗嘛是无人会坐，你有小爱，所以我就放弃人生，凊彩塞食就好啊。好了，那喜欢我们影片记得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好，那支持我们继续做更好笑、更好玩、更无厘头的影片，拜拜。Thank you.